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芳啊，这是粉丝客户定制的两张顶级品质老挝大红酸枝胶质黄檀的扇形国贸椅，器型是上海博物馆1:1复刻打造而成，两张双胞胎，面板纹理基本一致，因为是一目对开，全二标二层皮黑红老料，座面独板，这样的配料在市场上面是非常的少见，做好生漆。看起来的质感啊，尤为的细腻，这样的配料是不是非常的高级？前后腿足上下通根，边框厚度3.8公分，顶级的老挝大红酸枝啊，后背板浮雕国花牡丹，这样的纹理美不美？弯开后背弧度1.5公分，扶手料都是带飘红，每一根都是精挑细选制作。扇形椅的每一个细节角落啊，处理的都非常的干净，后背板一目对开，所以它的花纹颜色整体配料基本一致，3.8公分厚的边框啊，所以看起来整张扇形椅特别的厚重，腿足做出头榫，就连脚踏都是飘红的。我们看一下底部双穿戴结构，就连穿戴都是黑飘红，所以说这样的用料你在市场上面是绝无仅有，基本没有看见过品质这么高端的两张扇形椅。喜欢精品红木家具高端私人定制的，可以点个关注，多多交流。